活反身，利用掩护拉开纵深，迎着防守华丽转身，妙手一伸，暴扣得分。罗汉琛请孤胆之魂，方寸间斗转乾坤，与人心火，手有余温。第四位，刘晓宇，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，优秀的后卫要善于利用余光。刘晓宇在接球的一瞬便打开全景天窗，潇洒递枪，转身离场。英雄就是不管后面火苗窜几丈，也绝不回头看爆炸现场。第三位，张大宇，新春到，福运到，兰兹伯格外线送来吉祥标，张大宇踱步蹦高，吉星高照，这浓浓的祝福点燃了新疆内线的新春礼炮。周琦和莫泰联手包了个47分的大红包予以回报。第二位，博鲁克斯，天下武功门类多，集大成者未见几个，而我唯快不破，绝影后撤，武林贺号第一刀客，冲得狠，停得稳，投得准，马上的刀刃上没有冤魂，他就在你眼皮底下撒野，纵你手握干将莫邪也难阻他江湖喋血。第一位，韩硕，老夫聊发少年狂，勇士赴沙场，百炼成钢，取舍得当，计上心头，禁区独闯，力战两员猛将。且不夸这老水手观察海况，选择航向，你就看这单挑张镇麟和韩德君的遮天掌，就绝非常人胆量。